大家好，今天来录制一个五角花的小球。准备了16根35厘米长的打包带，10根红色条，6根绿色条。首先用6根绿色条编五角孔。
我们编织的五角花跟第一个的五角花同样的规律，从逆时针方向穿插，同样的方法从上面一根穿过来，底下的这根红色条再从绿色的这一根底下穿过，然后再加条，从逆时针方向从这根绿色条底下穿过另一个五角孔，好，下一根我们先把这一根挑起来，再从里面穿过另外一个五角孔，然后再加一根条，再从里面穿入另外一个五角孔。好了，第二个五角花也编成了。